有后援会，也希望我们各位来宾多多给我们这位甜蜜小公主多多按赞，真的蛮不错。欣赏我们甜美小公主张雨静妹妹，雨静丢了哈，别再叫雨亮了哈，啊，破音字叫亮啊，但是应该是练静啊。张雨静妹妹要带来的这一首都好听的歌曲，可以买就对，就低，掌声给我们甜美小公主张雨静妹妹，过了解构，耶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甜美小公主张雨静。真的，我们这一位甜美小公主张雨静要带来这首歌曲，谁唱的？张惠妹。哎呦，张惠妹啊！你叫姐姐还是叫阿姨？姐姐。姐姐好，对。
因为你不要叫太老，要不然嫁人。带来这首张惠妹的歌曲，很棒的《梦中做梦人》，打一个破台，拢是福建人耶。少女情窦初开的感觉哦，啊，不简单，能够把这个 feel 唱进去，表示她蛮有诚意。来，这个送给你哦，嘿，谢谢雨季。明天哦，阿哥捡红包了哦，哎，谢谢，谢谢嘉儿，明天 ，OK， 小心哦。